人就会形容人生像一部很漫长的电影，这三位男生就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其中三个角色。其实这一次来帮陈琳拍他的新歌 MV， 这个 MV 给我的感觉是要表达一个可能年轻的时候对爱情的那种憧憬，然后敢爱敢恨的那种，对于爱情都没有这么的完整的成熟度。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一对情侣，然后到了成熟了以后接到他的喜帖之后，哎，好像曾经爱过的女孩子结了婚了，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其实心里还是爱她的呢，还是应该要去参加她的婚礼给予她祝福？有一些感觉也蛮奇妙的，因为就是跟陈琳其实从上一次的合作大概就是十多年前的换换爱吧，然后没想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还是小屁孩，然后没想到现在变成了大了一点的屁孩。Yeah, 可以打？不可以打我啊！能干跑就这样咬啊！是假的啊！而且刚刚看到我说，你是谁啊？对啊，哎，还就是要呈现叛逆感啊，就是 you know 这种叛逆吗？这种叛逆的感觉就你知道？来两颗啊，快点！来两颗，两颗有槟榔吗？熟悉耶，刚干嘛呢？然后我想说，除了我的头跟妆整个状态不对以外，就是我不知道我整段都是在泡在那个回忆的泡泡里啊。真的哎，因为这次小美她还特别用了当年合作的发型，就真的会有一种重温的感觉。你原本抓得很紧，你看要不要咬？都行。自然反应。然后咬完之后，因为这一段的文字是我觉得我很爱你，可是我不能再继续喜欢你。因为我们找这个导演真的不容易，虽然不是第一次合作，但是现在他真的没有在拍 MV 了，所以他跟我提出的要求，我都希望可以使命抵达。但是，请问一下，在那么短的时间，不知道要怎么发挥剧情的走向，并且还要非常的疯狂大哭，请问一下要怎么演？现在是在考那戏剧系的那个比赛吗？压力很大哎。Action！ 你要去哪里？喂！不要走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要去哪里啊？你！不要上手好不好？就没有同框了，好。没错，我们已经同框了，不要再叫叫叫了。OK， 私底下还是会找他买槟榔哦。我也在找你帮我追梦人一下啊，其中之一。谢谢。好了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拜拜拜。那导演也要抱一下，导演是我这次 MV 最重要的男人。没有没有，不要这么说。谢谢，真的很谢谢陈正闹导演，非常谢谢他，因为跟他合作过几次的 MV， 他都是给我很强而有力的剧情，然后。真的就是很用心，然后在
这个大家的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之下，可以拍得这么完整，就期待观众这 MV， 因为这个观众的 MV 是为观众而拍的，大家辛苦了。